是 object oriented 的那个想法，对，它就是把你要模拟的那个物件啊，就是物件啊，对，那这个通常最后会比较容易 maintain。然后接下来我会用几个啊 ，SimPy 是属于这个 process oriented， 好，好，所以接下来我的例子就是用就是邮局，然后一个办事员的模拟的系统，然后顾客是任意时间来，然后如果前面已经有客人的话，他就要等啊，然后这个办事员就是有他花在一个客人上的时间是也是随机的。好，我们接下来先讲 activity oriented 会怎么做。那大家看到系统时间，我把它先设定在 2.0 开始。然后第一个客人来的时间点是 2.6， 然后我会 check， 就是在这个 2.0 的时候，我会 check， 哎，我这个时间没有任何的客人，然后也没有任何 event， 所以我不做事。那接下来我系统时间是 0.1 往前进，大家就看到，哎， 2.1 的时候我还是没事。2.2 的时候还是没事， 2.3 的时候还是没事，然后一直到 2.6， 那我知道有第一个客人来了，所以就开始处理他，然后这是第一个客人，好，然后第一个客人来之后，我们就会去算说我需要服务他多久，因为这也是乱数，在这个时间才产生的，然后在 4.0 的时候结束，然后那下一个客人什么时候回来？ 3.5。所以这时候最近的一个 event 是 3.5， 然后再下一个是 4.0。 那可是问题是，对 activity oriented 来说，我还是要一直一个一个 increment 到那个时间点，所以大家会看到我的程式都花在这种就是 check 这种 event 上面，然后第二个客人来我就开始处理，好，对，就大家就发现activity oriented 事实上是time consuming， 对，然后就有 event oriented， 这就是说系统时间会直接下到最近的那个 event， 所以那我们系统开始simulation 开始，然后跟刚刚一样，就是 first arrival 是在 2.6 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到这个 arrival， 因为没有其他的 event， 所以 2.6 就会直接去处理它，然后一样要算，就是我 service 这个客人多久，然后下一个客人什么时候来，所以在系统里面就会有一个这 event queue， 就会有 3.5 这个时间是下一个 arrival， 4.0 就是第一个 arrival 结束的时间点，对，然后就开始处理，就直接跳到下一个 3.5 这个第二个 arrival 这样，然后去处理它。然后他处理完之后，就要准备跳到 4.0 这一个，然后就结束了。对，所以 event oriented 比 activity oriented 还要更快。对，那再来就是因为 event oriented 要同时处理，就是 event 你不太能够分是哪一个的 event， 所以我们再来就是会有提供 process oriented。那我只写了 arrival 跟 clerk， 就是 arrival 是 A， 然后 clerk 是 S， 但 event manager 我就没有，就是处理 event 的那是 package， 我就不写进去了，因为这其实是我们要通常用别人的 simulation package 会用的，就只有这两个，对，然后看一下 pseudo code， arrival 会做什么，就是算下一个 arrival time。然后算完之后，因为它就可能是未来的，然后就 sleep until next arrival， 然后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就 add customer into queue， 这样子。然后 clerk 会做什么事？就是他会先 sleep， 直到被任何一个 customer 叫醒。对，然后所以 customer 来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 serve 他，然后直到没有任何的 customer。对，好，所以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会算下一个 arrival 会在哪里，在 2.6 嘛，对，然后到 2.6 的时候，那个 arrival 这个 process 就会把这个 customer 加入 queue 里面，然后会算下一个时间点在什么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是 clerk 已经有一个客人在那边等了，所以那个 clerk 开始服务他，
然后就会算说我这个客人要服务多久，他会到4:00的时候才做完，所以 OK， 然后就系统时间就会继续往前，然后到第二个 second arrival， 他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add customer， 然后算下一个，那对，然后这时候有前一个客人还没有结束，后一个客人已经在了，所以。这是 first arrival 的结束的时间点，那我就会他就是办事员就会叫下一个客人，然后就服务他，然后就这样。所以 process oriented， 对我 summarize 一下，所以 activity oriented 就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面，然后 event oriented 就它让 simulation 时间变快了，可是它不是那么好 maintain， 所以就最后有一个 process oriented。是我们现在找 simulation package 比较容易有的，对。那你要写 discrete event simulation， 有这那是三种 programming 的方式，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写。那当然，通常选 C 或 C++ 会比较好了，因为它比较快。那可是它同时它要花时间，同时写 simulation engine 跟演算法的 code。那这件事其实是不好 debug 的，因为通常我们写 simulation 是为了要验证什么？验证这个演算法 code。那可是你的 simulation engine 呢，又需要被验证，所以这两个可能会交互产生一些 bug， 那其实不是很好 debug， 那而且它也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就是这样有 bug 嘛，而且那个 bug 不好找，或者是我们可以用别人提供的 simulation library， 或是我们称为 simulation 的 language， 最早是有 simula， 然后 C++ 或 Java 的话有 C++ sim 跟 Java sim， 或者是 MATLAB 里面的 sim events。那接下来或者是你也可以用 SimPy， 那这里面是 Simula 跟 SimEvents 都是要钱的，然后 C++ Sim 是我记得是不用钱的，但是他用 C++ 写，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NS3， 就是做网络模拟的，就是如果是单纯为了做 Network Simulation 的话，也可以用 NS3， 那可是它概念上也是一样。那 OK， 现在就提到 SimPy 是用 Python 来做 modeling， 它也是用 Python 来做 engine 的。Python 是一个 scripting language， 像 MATLAB 一样蛮好写的，但是比 MATLAB 还要快。Python 当然是 free，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 Python 是很容易写，而且很漂亮的嘛。我常说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这样。所以SimPy 是 process oriented discrete event simulation 的 language， 它比较容易写 model。那也它会提供已经 proven 的 event manager 的 implementation， 所以我们只要专注在演算法的 code 就好了。对。那SimPy 是用 coroutine 来去 suspend 或者 resume 你的 process。它这个的好处是它会 guarantee 你的 order of execution， 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每一次跑你的计算的流程，就是计算的流程是一样的，因为 coroutine 是你控制的，是 programmer 控制的。可是它缺点就是没有办法平行化，就是同一个 simulation 是没办法平行化的。好，在讲 SimPy 的 code， 就 SimPy 的 example 之前，我们有几个 terminology 要讲，一个是 class， class 有主要是用到两个，一个是 process， 它就是说我们去模拟会跟时间有会随着时间有变化的那个物件，那就比如说一个办事员，他会 serve 不同的 customer， 他在时间上有变化，那这个会被在 reference 6里面它称为 thread， 然后还有一个 resource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排队的那些，比如说洗衣机有人在洗你就要等嘛，对，它就是称为 resource。好，那有几个 function 需要先讲的，一个 thread 它被 create 之后需要先被 activate 才可以开始跑，对，然后 simulate 是说我整个 simulation 开始。然后 yield hold 是说我把一个 thread，
暂停多久，所以这是有时间的，这是有时间的。然后 passive 是没有时间的，就是我就暂停了。然后那 passive 之后就必须要有另外一个 thread 去用 reactivate 把它叫起来。那 reactivate 一个 thread 被 passive 之后，你可以用 cancel 去把它所有的 event 把它 cancel 掉，因为它可能比如说机器坏了，那你后面等的洗衣机的人全部都是，比如说洗衣机坏了，后面等这台洗衣机的人全部都要重新再排一次。对资源resource 来说，就是有 U request 跟 U release， 就是要求跟释放这样。好，我们就开始讲 example。那我的 simulation scenario 就是在一个银行或者是邮局里面，只有一个办事员。那 customer 来的时间是 random 的。那这边指明是 prosong process， 就是他的每一个人的时间间隔是遵照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然后 service time 也是一样。那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queuing theory， 它是叫做 MM1 的 queuing。所以那这里面有两个 process， 一个是 arrival， 一个是 clerk。然后 queue 的话，我们是用由自己来去 manage。因为这样子要 extend 到 M 个会比较容易。好，那大家再看一次 arrival 的 slow call。arrival 就是说我算下一个 arrival time， 然后 sleep until next arrival， 然后最后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把 customer 加到，就是让他去排队。好，这是 call， 后面可以看得清楚。那 OK。这是一个 arrival class， 然后继承这个 process， 那 initializing code 就要 call 那个 process。那通常我们会加一个 name， 因为这样子在 debug 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它是某一个名称，会比较容易分辨。那最主要的是它这个 run 这个 infinite loop， 就是刚刚那个 pseudo code 的要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算下一个 arrival 在什么时候，这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然后接下来就是等这么多时间，所以 call yield hold self 就是我自己去等 inter arrival time 这么多时间，然后接下来就会一直到那个系统时间才会执行到第十二行，然后就会产生一个 customer， 然后这个 customer 就会加到 clerk 里面的 queue， 然后 number of customers 就加一，然后如果 clerk不是他，就是他不是在 idle 状态的话，那我就会把 clerk reactivate， 就把他叫醒。好，大家，然后接下来看 clerk 要做的事情就是先睡觉嘛，没事就先睡觉，然后直到被顾客叫起来，然后被叫起来之后，我就开始要服务客人，当然有可能后面还会排一堆人。所以我们就serve 直到没有客人为止。好，所以它的 loop 就是这样。然后 idle 的 list 跟 busy list 全部都是class 的 variable。啊，这第一个 initialization， 然后一样，它的最主要的 loop 也是这个 run。然后刚的 pseudo code 讲说我一开始就要先睡觉嘛，所以 yield passive self。然后就开始睡觉了，然后直到他被 arrival 叫起来，就有任何一个 arrival 来的时候才会被叫起来。那这个他从 idle remove 然后变 busy， 然后这个 loop 是说我有任何一个人在的话，我就会一直执行，直到没有 queue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为止。对，好，这个是有一个客人，然后叫下一个客人。然后会计算它的 service time， 然后计算 service time 之后，我就会再 suspend 再等 yield hold self service time， 对，然后这个之后就会到那个时间点才会被执行到下一这个二四行，对，然后就结束这个客人的 service， 然后算这个是 simulation 的现在的时间，对，然后这个就是这样。那 simulation 的 main loop 呢，就是
我们在 import SimPy 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SimPy simulation， 这个是正常的，跑得比较快。但是我们要做 debug 的时候，我们需要 trace 它所有的 event 的状态，那我们就会用 SimPy simulation trace 这个。然后 main loop 就是第一个说先做 initialize， 然后产生一个 arrival， 然后叫这个 arrival activate。然后这一样 clerk activate， 然后开始 simulate， 就这样。哦，睡着的比例不多，很好。对，然后所以如果要用 SimPy 写 discrete event simulation 的话，我大概就介绍到这里。对，然后 simulation 是一个让我们去用比较便宜的方法去研究实际上的物理的问题。那也许是网路，也许是也许是高速公路的建设。那 SimPy 本身是一个 process oriented 的 framework， 它可以让我们很容易写 simulation， 而且还算蛮快的，至少比 SimPy 快，至少比 SimEvents 就是 MATLAB 的快很多。那而且最重要的是 SimPy 是 free， 那我们不需要花任何钱就可以买，就去买它就可以用。然后这是我的 reference， 那这是一本书，这个写的还蛮详细的，那还有 NS3 的 simulator， 还有这个 discrete event simulation 的 course，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哦，讲那么快，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大家可以起来了。好，谢谢各位。